吓我一跳啊，小川你。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都怎么来了？我上次想的不够周到，没给爷爷买东西，这次专程给爷爷买了点东西上来。你怎么又给爷爷买东西啊？你上次不是给他买了被子吗？没事，就是一点衣服。嗯，那谢谢你了，小川。没事没事，你刚才吓了我一跳。我送你一个东西吧，阿朵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先闭上眼睛吧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先闭上眼睛吧，给你个惊喜。好了，阿朵。这个是花吗，小川？是呀。怎么是黄色的呀？金色玫瑰呀，喜欢吗？挺漂亮的，你哪里去拿的？这是我专程送给你的。嗯，这是谁呀？你来咋子？想你了，来采访你了。我跟你两姐没得关系的了，你不要来烦我了喂。啥子没得关系的哦？我是哪个？哦，你好兄弟，我是阿朵的朋友。哪块跟你好？哪个跟你兄弟哦？你是谁呀，兄弟？我是他老公，你是哪个？他不是离婚了吗？前夫不可以哦。跟你说了，你不要来烦我了。这钱我晓得给你屋头拿的姐，你来找我搞啥子嘛？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，你跟我一路回去好好过日子嘛。你不要拉我了喂，真的好烦哦。跟你说了，这钱我要拿给你的嘛。没有喊你拿钱啊，走，跟我一路回去嘛。兄弟，别这样了，他说不跟你回去就算了吧。你是哪个嘛？管你啥事嘛？哦，我是阿朵的朋友。啥子朋友嘛？你走喂。你妈在屋头咋对我的，你不是不晓得？那是你说的哦。我就是跟你两，我跟你两天时间，但是我都没来了，就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你走。先走，你先走吧，兄弟。阿朵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阿朵，不是就是钱吗？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想。他一直来逼我，逼我。真的不想给他家人有任何关系了。不就是钱吗？我们一起想办法吧，阿朵。我帮你想办法，好吧？别伤心了。我想静一静，小川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嘛，好吧。那你别伤心了，阿朵，我先走了，好吧。阿朵。小川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担心你呀，一直没有走。你还好吧？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谁都有困难的时候，阿朵。你也别太伤心了。还有你今天那个前夫说的那个钱是怎么回事呀？我们这边结婚的话，收的彩礼钱离婚了要退回去。然后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彩礼钱在我妈妈那里，她后面也把钱拿走了。然后这两年我打工的话，也还了他们家一部分，剩下的我还在想办法。他们今天又来催我了。没事没事。还有小川，怎么了？今天他们来找我的事情的话，你不要跟爷爷说，我不想让他担心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好的，我不会跟爷爷说的。那你们怎么离婚了的？其实他在家里面的话，什么都听他妈妈的。我做工的那些钱，全都在他妈妈那里，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。我过年的时候说回来看看爷爷，我身上也没钱，他们也不给我。没事，不就是钱吗？我来帮你解决。没事啊，阿朵，没多大的事。不能再麻烦你了，这个事情我自己想办法。那这样吧，阿朵，过两天你要过去的话，我陪你一起去吧，好吧？我不放心你自己过去。谢谢你，小川。